这是一款大块头配电盒的超声焊接，是周边缘需要焊接牢固且密封。客户之前的工艺是分四次焊接，焊接效率低下，且焊接效果极不稳定。抖音真是个好玩意儿啊，缘分来的就这么快，故事就这么开始了。我们的方案是多头同步一次性焊接，嘎吱一声是周整体工程效果清晰可见。